看这一题, the rewards for these changes can be big or small.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changes promote positive behaviors and help to make people 空格。 我们的题目意思是说, 针对这些改变它所带来的奖励, 这个题目就是你知道课文就在讲说如果我们愿意配合啊减少一些这个塑胶的污染那这些改变呢所带来的奖励有可能很大也有可能很小但是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说这些改变它其实可以宣传一些正面的行为促进一些正面的行为 positive 这些正面的行为，并且帮助啊能够让人们怎么样。好，我们这题在考的是实义动词，好，实义动词后面接了一个受词，那是不是主动就应该用原形动词？这个从国中教到高中，可是大学还是会考，所以答案就是很简单，去找个原形动词。答案是A，那make people smile就表示让人开心。他主要就是在讲我们不是有个fun theory，就是所谓乐趣理论吗？如果借由 得到乐趣，然后做了一些改变，像走楼梯啊，或者像过马路，这会让人们觉得，同时又可以就是促进你采取一些正面的行为，然后又会让人觉得会心一笑，很开心。好，我们把题目念一次。The rewards for these changes can be big or small.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changes promote positive behaviors and help to make people smile.